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30页啊，330页第四行看起，第四行最后的一句看起啊。为摩经云，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啊。这是经上啊，用比喻来说明。六度里头的制度跟方便度的关系，在华严把六波罗蜜展开为十波罗蜜，十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之后第一个，就是方便波罗蜜，后面是愿力智。那么这个四种波罗蜜呢，全是般若波罗蜜里面开出来的啊。那这个说法呢就比较方便一点，般若波罗蜜是实质，后面这四种啊是般若波罗蜜的应用啊，叫全智啊，就是实质如何落实在四相上啊，对自己、对人、对事、对物啊，如何把它落实啊？这所以后头有方便愿力智。念老在后面为我们解释，达通达空无相，这是大智，随意施舍，这叫方便啊。随意，这个宜是宜人、宜事、宜地啊，一切宜是很合适合啊，这就是合的了，是合学合用啊，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变化。随着不同的事啊，有不同的做法啊，不同的处所，不同的这个时代啊，比如就过去在印度有印度人的做法，佛教传到中国来了，中国的这一些文化背景、生活习惯跟印度全不同，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要知道他的精神之所在啊，事上呢可以全变啊，不能够完全学习啊。世尊在世僧团的生活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
啊，他们过的生活是三衣一钵，啊，在印度那个时候可以，它是热带，啊，生活简单。在中国有春夏秋冬，啊，三衣是决定不能保暖的，啊，这个都完全全变了。所以衣着这个袈裟在中国就做一个形式。啊，诸位到印度还看到，印度人穿的衣服是一块大布裹在身上。啊，出家人也是这样的。啊，不过在家人呢，穿的是正色，红、黄、蓝、白、黑，这五种颜色叫正色。啊，那出家人避免正色，啊，所以这个衣。他避免有避免的道理，啊，那个时候偷一波饭容易，要是化一元化一件衣不容易，啊，古时候布是要人织的，织布很辛苦，所以出家人的衣叫粪扫衣，人家穿旧了不要了丢掉了。出家人把它捡来，捡来的时候一定有可以用的地方，把它剪裁出来，啊，保存到够一件衣的时候缝起来，像这样的一块一块的缝起来，缝一件衣，啊，所以叫粪扫衣。因此呢，这一件衣织料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这就很难看。所以把它染色，啊，染什么色呢？红、黄、蓝、白、黑合起来，啊，就变成了加这个咖啡色了，啊，这叫袈裟色，就是杂色，啊，不同好多不同的颜色混合在一起，这样子染，啊，脱钵呢也如是，不是说你脱到了，你自己就享受了，就吃掉了。不是的，要脱回来啊，所以脱钵，钵有个盖子，盖好，端回来。回来之后，跟大众在一起，把这个饭倒下来，混合在一起，吃多少拿多少，真正平等呐！啊，有的人脱的菜饭好啊，有的人脱的不好啊。啊，你看。利和同君做到这样的程度啊，没有一点的私心啊，今天出去偷我没有偷到的没关系，回来一样分着吃啊，六合金呢真正做到了啊，心地清净，大公无私，不像现在啊，现在世尊这些遗风都不存在了啊，出家人没有像古时候那么样的单纯啊，那么样的清净啊，现在最重要是心被污染了，被严重污染了啊，所以经教我们多看多读，了解当时生活状况啊，然后再晓得佛教传到全世界每个地区啊，它有个好处啊，佛教到我们本土化现代化，这跟人家就非常容易相处啊，到哪个地方就是这个一定懂得是随乡随俗随俗啊，一定是用他们当时的风俗习惯，当地的当时当地啊，这样子大家都欢迎都喜欢。那佛教的教学它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叫我们看破放下啊，这个是永恒不变的啊，因为
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苦就是放不下，就从这来的。那乐呢，放下就自在了。啊，在佛教里专有名词，这叫止观。止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啊，止观内容很丰富啊，不是几句话能说完的啊。最简单的就是看破放下四个字啊，细说穷年累月都说不尽方便呢有两种，一种是身皆空而不取相，受证。这个是第一种，身皆真正了解佛所讲的空义。你心真放下了啊，那么佛所讲的取相受证，清凉大师讲解华严经，把一部经分为四分，信解行这些全都是善巧方便。如果信解行证都像我们凡夫一样，从分别执着当中得的，那全都是凡夫，你什么也没得到。必须了解这个意思。前面讲身皆空啊，取不取呢？取而无取，这就是般若波罗蜜啊！知道一切法空，一切法不可得，所以你心里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叫空啊，四相上取跟这个空的意思完全相应，不违背。为什么呢？相是空的，事也是空的，理也是空的，当体皆空，都不可得啊。事空，因为事是从波动现象产生的，完全是生灭法，了不可得啊！离空，离是不生不灭的，它没有空，也没有相，也没有缘，它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它能生一切法，能现一切法，虽现一切法，虽生一切法，并不碍空性啊！所以看一切法，要看到它的性，看到它的相，看到它的作用，叫体相用。啊，那个用就是变化。啊，刹那刹那都在变，没有一样东西是例外的。啊，只有自信，不随相变迁。其他的通通都在变，本身在变，也受环境影响在变，全都在变。啊，事实真相了解之后，可以恒顺众生，
但是不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就像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六道里头一样。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这个事情，表演给我们看。啊，他一生教学就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我们看到他坐啊，49年，很辛苦在教学，怎么会没坐呢？啊，无坐是什么？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所以他不疲不厌，他不着相。我们这个坐了就着相，啊，不但着相，而且还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啊，留给后人做参考，做资料，对不对呀？对的呀。啊，佛怎么看法呢？地球有沉住坏空，你怎么保存，最后还是消失。啊，所以这只是一个短时间的有用处。长时间是不可得，啊，真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它真的不是假的，啊，晓得这个情形，明白了，自己接受了，就对于一切事物啊，不放在心上。啊，中国多数人没看到这一层。所以对这个流民与后世斤斤计较，他地球没有了，这还名在哪里？不谈地球没有，太阳系没有了，银河系没有了，这是佛菩萨知道，所以佛菩萨的心永远清净。啊，你们做，他也点头。那为什么？这是你们的境界，跟他的境界不一样。啊，他的境界是痕迹都不着，啊，示现一切法，广度众生呢，真正没有起心动念，什么念头都没有，啊，这个才叫究竟圆满呢，这是般若波罗蜜，啊，所以他的意思确实很深。那么第二个呢，以实相离身，莫能行受，要须方便呢，又引群生，令其见悟，其德广大，啊，不二臣所能为，故言善劣，啊，善劣方便，般若的确是神。很不容易体会，因此也就没办法说明。特别是对于初学，啊，所以我们才知道，这释迦牟尼佛的表演，善利方便。佛出世主要就是讲这桩事情。讲诸法实相，宇宙万物的真相，真相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怎么讲法？啊，如何才能叫人相信你所说的？这不容易啊，所以佛的教学
分四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叫办小学。啊，讲阿含经。12年。啊，12年佛的小学，着重在伦理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叫你做个好人。啊，断恶修善。啊，来生还能得人身。啊，殊胜的呢，得天身升天。嗯，叫你这些。啊，没讲空啊，全给你讲有啊。啊，这是小学，12年呢。接着讲方等，方等8年，那是什么呢？这个般若经的预备工作。啊，作为过渡期间，这个里头讲的有大乘，啊，也有小乘，混合在一起。提升了啊，八年加前面12年20年，用20年呢把基础奠定好，再讲般若，大家就听了，听不懂也不敢不相信啊。为什么？跟释迦牟尼佛20年，这人真老实，从来没说一句假话，从来没有骗我们，大概说这个是真的啊。不懂慢慢听，慢慢学。般若讲了22年，在第三个阶段，由此可知，佛出世间，教化众生是以这个为主题，啊，占的时间最长。啊，反复的来说明。经也最大，啊，大家晓得《华严经》大，《华严经》只99卷，啊，《般若经》600卷，这是佛经里最大的一部经典，啊，《华严》还摆在其次，论这个经的分量来说，啊，600卷大般若是释迦牟尼佛一生主要。讲第一门功课，啊，这个里面确确实实就是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完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印度人不重视历史，不像中国人，中国人重视历史。点点滴滴记载下来，啊，也非常可贵。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历史完整，啊，哪个国家都比不上。啊，历史对我们有用处，对世间人决定有用处。啊，它是经验，是非常好的参考资料。啊，中国人的学问就是经跟史，经是智慧，史是经验，有智慧有经验，你的事情才办得圆满呢。有智慧没有经验不行的，有经验没智慧也不行啊。啊，这是世间法了。啊，中国人这套世间法确实是给全世界做最好的榜样。啊，那么印度不重视历史，啊，他们是一代一代传一代，着重在口传。2500年前。佛门弟子把释迦牟尼佛的教学
写成文字流传到后面后世啊，这个带动印度不少的宗教学术世代都是口传的，看到佛这样做法，他们也这样做法啊，所以印度才有这些古老的东西流传到此。啊，那么般若，这第二种就是实相离身，这个道理确实太深。啊，离体，哲学里面讲的本体，很难懂，它真有。它真的存在，但是眼看不见，耳听不见，啊，它有没有色声香味触呢？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啊，你要说是有，体上确实没有。你说他没有这个体能生一切法，能现一切法，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就把它讲清楚了。啊，前面四句不落痕迹的，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自信本来是清净的。说自信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真心，不是别的。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来是清净的，现在还是清净的，永远是清净的，它不会染污，所以它是真的。啊，第二句说本不生灭，啊，它没有生灭的现象。一切万物，它是生灭现象，就是波动现象。啊，自性、真心没有波动现象。啊，第三个是本自具足，它什么都不缺。啊，但是他什么都没有，就是说他不是物质现象，他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但他什么都不缺。啊，第四句说本无动摇，说明真心是不动。这一句也说明了，真心就是大定，自性本定。啊，人要修定，最好的时候要把自性本定引发出来。这在无人里面叫寂灭人，清净寂灭，一无所有。幕后有一句话说：“能生万法。”啊，能生万法就一切万法，一切万法跟自性是一，不是二。一切万法看到好像是有，实际上是一无所有。啊，你看到有，是你看错了。啊，就如同我们看电影一样，荧幕上这个画面，
都以为是有。啊，看电影的人多少人跟着这个画面起舞，啊，他笑你也笑，他哭你也哭，啊，完全被他所转，实际上他一无所有。啊，他的画面就是波动现象所产生的，不动呢就没有了，啊，动它才有。整个宇宙又如是，啊，佛经上讲的法界虚空界，啊，变法界虚空界，通通是动，空间跟时间也是动，它才有，不动了，时间空间都没有了。啊，不要法里面。对这桩事情就讲得很清楚。啊，这些事情讲得最清楚的，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佛门的心理学家。那如果我们说他是心理学这一门功课的这个主要的教授啊，他把宇宙万法归纳为660法，啊，天亲菩萨认为660法对初学的人来学太多了，不适合初学，把660法归纳到100法，叫百法明门论，相宗入门的课本啊，这科目110法，110法就是660法。660法就是一切万法，展开了一切万法。啊，那么这100法归五大类。心法、心所法、色法、不相应行法，这个四大类叫有为法。那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那就不是真的了。后面有6个叫无为法，无为法没有生灭现象啊。虽没有生灭现象的时候，它依旧其中有生有灭的。但是生灭不显明，真正不生灭的只有一个，最后一个叫真如无为。啊，那个是真正不生不灭。你比如说6个无为法里头有虚空无为。虚空的生灭我们见不到，没有看到虚空生灭。啊，虚空什么时候生的呢？开始迷的时候才生的。什么时候会灭呢？你圆满成佛，回到常寂光，它就灭了。平常看不到。啊，所以呢，就把它列入无为法。啊，所以它不是真的无为，它是很像无为，我叫它做相似无为。啊，真正无为只有一个，真如无为。啊，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所以佛的技巧，你看前面用20年的功夫打基础，才讲般若，
现在人没有前面20年的基础，学薄弱啊，学一些口头的薄弱，文字的薄弱，真正薄弱没得到。如果他得到，他是大乘菩萨了啊，他是法身菩萨了。这里面告诉我们一桩什么事情？不能劣等，循序渐进。告诉我们这桩事情。如果不需要循序，渐进的话，咱们办学校何必办小学、办中学呢？直接办研究所就好了嘛！大家进去，博士学位不就拿到了吗？这不行呢！啊，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啊，为什么学佛就迷了呢？啊，不先学小乘。学方等，学般若，不按这个顺序来，啊，一下就跳到大乘最高峰，用了一辈子的心思，一无所得，啊，得到的是什么？得到是佛学，啊，现在有佛学博士，得到这个等世间东西。把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变成世间一种学术来研究，变质了。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是叫你开悟的，是叫你明心见性的，是叫你做佛做菩萨的。啊，那现在人搞的时候，拿到学校去，变成一门功课，啊。拿到博士、硕士学位，搞这个去了。啊，变质了，样子变了，质也变了。啊，那真的要想学佛呢，还得要学老规矩。啊，老规矩现在人都不要了，所以这佛法衰了，不但衰，可能会灭掉。没有祖师大德兴起，啊，要怎样才能把它树立起来呢？头一个是自己，自己不是佛，你就没有办法把佛教兴旺起来。自己必须成佛，释迦牟尼佛成佛了，这叫兴起来。啊，都是给我们做出很好的示范。啊，我们成佛，佛才能兴旺；我们不成佛，佛不会兴不起来。啊，兴不起来会把佛灭掉，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大家都学你这个样子？你的样子歪了、偏了、邪了。啊，最后这个佛法倒下去了，没有了。啊，真学佛的要持戒，要吃苦。佛灭度之前，交代后世弟子，这是阿难尊者问的，
佛在世以佛为师，佛不在世了以谁为师？佛说了，一切为师。以后又补充一句，以苦为师。能吃戒，能吃苦，所以佛并不是很主张头头恨，头头恨修苦行，佛并不是很赞成，但是他又说家学尊者始终能保住头头恨啊，愿意吃苦，老的时候还不改变，他说这个可以帮助正法救助世间啊，对迦叶尊者有这样的赞叹啊，不能持戒，不愿意受苦，这佛法决定不能复行，也就是你决定学不相，你真正学相，这两个是重要条件，忍人之所不能忍，啊，吃人家不愿意吃的东西，穿人家不愿意穿的衣服，做人家不愿意做的事，这个人是什么？这是佛菩萨。念念都是舍己为人，我来到这世间干什么？是来把释迦牟尼的法延续下去，让他不至于灭亡，是为这个来的。为这个来的，就要释迦牟尼佛那个榜样，我们要认识，要了解，要依照这个样子去做才行啊。释迦牟尼佛有五个人呢，他成佛之后度五比丘六个人呢，能行教啊。现在我们做出来了，找五比丘找不到啊，谁肯干呢？啊，我吃这苦有什么好处啊？人人都享乐，我干这个傻事情，这就不能说服别人。啊，你能干呢，你没办法叫第二个人干。那这个事情是什么？我们干的不像，跟释迦牟尼佛比还差很远。真正要做到了，我们相信，相信什么？自然有佛菩萨应化到这个世间来跟你学。啊，这个感应是要用真诚心，一丝毫虚伪都没有效果。啊，中国老祖宗也常说诚则灵，真诚到极处就感应到教，就灵了。啊，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心全力都是为别人，都是为众生，没有丝毫为自己啊，自己真的放下了啊，真正做到无我无私，这才行啊，有我有私不行啊。啊，为什么你是凡夫啊，凡夫里发的善心是有限度的，他跟自信不相应。
过去李老师常说，真诚心里头掺不得丝毫假东西。啊，就像甘露里头不能有一点毒药，一点假东西把你全毁掉。啊，所以这个难呢，难能可贵呀！啊，真正别人做不到的，你做到了。啊，天地鬼神都佩服你。啊，你的愿会成就。啊，我们就是希望带动啊。啊，知道这个事情，佛教要恢复，不是三年五载啊，就做得到的。大摩祖师到中国，传到第六代才兴旺起来。啊，从他到第五代都单传的，多辛苦啊！啊，到慧能大师，他一个人传了43个人。啊，禅宗在中国大大的兴旺起来。啊，那么今天佛法衰，大家知道衰到极处了。有没有人呢？我相信有人，在深山里面，真修行人，真人不露面的，啊，众生有福，现在众生没福。不能保证说未来众生也没福啊！只要众生有福，啊，我相信老祖宗积的德非常深厚，啊，所以子孙虽然在这个时代出了问题，啊，我相信的时候会有很好的子孙，啊，念念在这里守住。一个人干，没人知道的。啊，因为知道没用处啊，人家不相信。啊，到我们这一代人受苦难，受尽苦难了，会有一天醒悟过来。为什么行不通呢？现在就有这个趋势了。啊，加上现在的量子力学家。啊，用科学的方法证实了古人所说的东西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们现在相信人原本就有一套本能。啊，有智慧，有方法解决很多问题。啊，知道几千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不是预言，是他的本能。就是现在我们这些人把本能丧失掉了。啊，用什么方法再把本能找回来？那佛法就是发掘本能。开发本能，它不向外，它向内。向内就是用戒定慧三学。啊，戒是他们的经验方法，定是枢纽。
啊，因定生慧，这个慧是本能，这个定也是本能。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这就是本能的定。啊，说明我们的真心从来没动过，现在也没动过。我们的真心在，不是没有了，只是真心外面有个假的东西，障碍了它。我们认假不认真。啊，这个假东西叫阿赖耶，叫妄心。啊，妄心是从波动产生的，就是起心动念，所以不起心不动念，妄心就没有了。妄心没有了，真心就现前了。所以不要求真，只要断妄。啊，妄放下了，真的自然现了。你要再求真，又是一个妄心。这经上讲的就这个意思。那空不能再求空，不能有个空的念头，有个空念头就不空了。啊，无相，你有个无相念头，你已经着相了。啊，无相也离开，那你还有个无相，哎呦，麻烦。那怎么办呢？这个东西想不得，说不得。你没办法说，你也不能想，你想就有相。啊，你所以中国文字，你看看，想，你看这"想"这个字怎么写法？下面一个心，上面一个想，心里头有相，叫想。心里头有分别，叫思。啊，思，你看，心上的一个田字，那什么格子，画上几格。啊，那叫什么？那叫分别。啊，你看这个字，它为什么这么写法？啊，思错了，想也错了。啊，真的那个境界，是不可思，不可议。啊，不能想，不能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到达那个境界，自然知道。你问他，他说不出来，你自己也说不出来。啊，这是真相，但是它有方便，方便起作用是。那就恒顺众生啊，它能够应化，不是它的真身，真身不可思不可议，它的化身，它的应身，有思有议啊，来诱导你，这是方便，诱导你入真实。啊，世尊教学前面20年就是方便。啊，到般若22年还是方便，真正般若怎么说得出来呀？完全让你自己起入境界。啊，入境界跟入境界的人行，他自然沟通。那跟没有入的境界的人是没办法，完全不通。那可是入境界的人懂得全宇宙一切法，他一点障碍都没有。不入境界的时候，跟身内身外重重障碍。
这叫智慧。啊，那么佛经这个佛法叫什么？简单的说，它就是叫智慧，它一点都不迷信。啊，唯有智慧才能真正了知宇宙人生真相。啊，真相就是一个自信。现在科学家，你看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科学报告里的有零这个概念出来了，零极限。啊，零点能量场有这些名词出现了，这跟佛法讲的自信啊很相应。啊，零用个符号画出来，那符号是方便，不能执着，一执着就错了。啊，零是不是个圈呢？不是个圈。啊，零是什么？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常寂光，就是佛法里的比喻的性海，自性大海，没有边际，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中国人这两句话描写得好。啊，是现在科学讲灵啊。啊，确实，懂的人不多。啊，为什么呢？做了灵的相，就它就不通了。啊，立这个相啊，它就通了；做这个相，它就不通了。就像此地讲的，空、无相、无愿，人懂不懂？不懂。为什么不懂？做相了，说空，做空相。说无相，又做无相相。啊，说无愿，又做了无愿愿。啊，这就是佛陀必须用20年时间，让大家把基础打好。啊，基础的最重要的科目是什么？是禅定。啊，开始修的是四禅八定，然后再往上提升。啊，九次的定阿罗汉证，阿罗汉上面毗支佛的定比他更深。菩萨51个阶级，就是51个层次不同的禅定。越往上面去越高。啊，佛说了，到第八地菩萨，佛所说的这些秘密他全知道了。为什么？他看见了。啊，51个层次，最高的4层。8地、9地、10地等觉，这菩萨最这个最高的四个等级，他们全看见。啊，佛是再高上去，妙觉。啊，总共这5个地位的人，他对于全宇宙没有一样不知道。啊，所以不是他自己一个独知，不是的。功夫只要入这个境界，全都知道了。这就不是假的，不是一个人真的的。一切诸佛如来统统真的。啊，这个就是佛经所谓的科学精神，科学拿证据来。啊，八地菩萨见到了。9地菩萨见到了，10地见到了。
十一地见到了，妙觉见到了，这还能讲得了吗？啊，见到的人太多了，我们没有见到的，只要反省，我们自己迷得太深，业障太重。啊，从这个地方才能体会到自己真正有烦恼，真正有业障，而且非常重。那怎么办呢？要断烦恼，要忏除业障。啊，如果真的想忏除呢，现在起就不能再做。这是最重要的。以前的我慢慢忏除，现在我就不干了，不做了，那就是延迟戒律。这下子戒律重要啊！戒律就是叫你的不准做这事情。啊，在家学佛，无戒实行，真干才是佛弟子啊。在家学佛跟出家没有两样啊！啊，本经我们前面所说的十六正士，在家菩萨，哪个阶级的菩萨呢？等觉菩萨，在家的等觉菩萨了。啊，他们的地位跟文殊普贤、观音师智、地藏菩萨是平等的，在家了。啊，学佛不分在家出家了，是平等法了。啊，那么在家菩萨奉祀出家菩萨，这是表法。这是什么？这是演戏，教化众生的，演给别人看的，让别人升起对三宝恭敬的心。那没人教他了，哎，在家菩萨、出家菩萨来表演。啊，你出家代表释迦牟尼佛，啊，我们对佛恭敬，表演给看戏的人看。啊，实际上在家出家完全平等。啊，出家也表尊重在家。啊，不用菩萨，用阿罗汉，用辟支佛。啊，目犍连。是佛的出家弟子，神通第一。舍利弗是佛的出家弟子，智慧第一。你看，他们见维摩居士，就在家佛。啊，这是出家的阿罗汉呢、啊，佛的大弟子，见到维摩居士，顶礼三拜。又绕三匝，跟见佛的礼节完全相同。表演给我们看。啊，出家对在家佛要尊重，跟见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都是在舞台表演，都是劝人礼敬三宝，劝人仰慕三宝，学习三宝。啊，没有一念私心的，都是做个众生看的，今天做个社会大众看的。啊，如果有嫉妒，有障碍，我独尊，别人都不如我，
这佛法就会灭掉。啊，那这就是造破活合身的业。破活合身是无逆罪之一，无逆罪就是无间地狱啊，阿鼻地狱。啊，我们今天在造作什么？要清楚，要明了。啊，真正学佛，我们走的这个法门是个特别法门。我们修学的目标没有定在明心见性。啊，这是什么？这是自己。由自知之明，业障习气太重，烦恼太深，没有办法断，没有办法化解罪业，只有念佛求生净土，完全依靠阿弥陀佛。啊，求阿弥陀佛的恩德加庇，到极乐世界去断烦恼，去消业障，去明心见性，啊，去证三空三昧，入如来果地上的大般涅槃。我们走的是这个路。啊，这个路子是大乘佛法，啊，是无比殊胜的一佛乘，啊，一定要做最好的榜样给人看。要真干呢，干假的不行。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发愿出家为的是什么？这个初心要保持，不能中途变卦。啊，中途变卦，这个罪就很重啊！一定要坚持到底。啊，到底就是决定往生。啊，我们除往生这桩事情之外，其他的都是小事。啊，弘法利身都是小事。啊，这些事情有缘要做，缘也是佛菩萨安排。有障碍就不做，啊，有缘没有障碍要做，啊，障碍可以克服的也得做，不能克服的不做。所以见机行事，这是善巧方便。啊，我们真的能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其他所有的念头都放下，恶念放下，善念也放下，不求善报。啊，世间什么样的果报都要，你有这个念头的话，你就不能往生，你对世间还有贪念。就不能往生，啊，世间全放下了，古人做的榜样给我们看，
莲池藕叶大师晚年就一句佛号，一部弥陀经啊，他们那个时候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有，没有好的汇集本啊，所以用阿弥陀经为主修的课程。啊，王龙书的汇集本，莲池大师也赞叹。莲池大师在《阿弥陀经》疏钞里头引用《无量寿经》，大多数都是王龙书的本，啊，少数的是五种原译本里头。啊，汇集是重要的。啊，汇集要格外谨慎。不能有问题。为什么？怕贻误后世。啊，后来的人随便改经，随便改字。那将来这个经流传几千年就不能看了。啊，所以经常的是错字也不能改，可以把它注在旁边。这个字是什么？是什么字的一个错误？写在旁边给人做参考，绝不改动。啊，王龙书、魏默生，他们知道，但是他们还是改动。啊，这就是疏忽大意了，这也是人之难免。应该住在旁都改了，啊，所以有这些问题出来，下莲居老居士这个汇译本，真叫千真万确，花了10年的时间，啊，真正做到。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原译本的文字，没有改动啊，这个大家没话说了。魏默生的本子印光大师批评很多，文钞里都有啊，很长的文字啊，夏老的汇集本印光法师没见到，如果见到这个本子，我相信印祖会赞叹啊，找不到他的毛病了啊，这真正是个善本啊。黄念祖居士的注解也是真实智慧，不敢用自己啊，而且用是用脊柱，以经论的做注解，以过去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解，这个大家一看没话说，而且我们得到的很多丰富的知识啊，读这一部注解等于读了193部经论古人著述啊，他把这精华地方都抄在一起汇集在此地，所以这经是汇集本，注也是汇集本啊，非常难得啊。我们今天修学也是提倡给人做榜样，就这一部经，就这一句名号就能解决问题啊！不单做佛门的一个榜样，也要做世间人榜样。
我们要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做出来。抓到四个主题，认真努力去学习。五伦、四维、八德。四课这个五常。五伦是道，五常是德。道是自然。不是哪个人发明，不是哪个人制定的。道从哪里开始？从夫妇开始。夫妇的契合谁发明的？谁创造的？没有，天然的，就是道。从这个道延伸出父子有亲。父母对儿女的关系，长幼有序，这是人伦的大本呐，大根大本呐，延伸出去，上下的关系，君臣，领导与被领导，君臣有义。朋友有信，这就把了人跟人的关系统统讲完了。中国古人所谓的没有伦外之人，五伦以外没有，五伦包括尽了。关系怎么处好？这就是德了。所以提出无常，跟佛教的无戒完全相同。无常，常是永恒不变，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五千年前用得上，五千年后今天还是用得上，再往下五千年还是用得上，它不会改的。五个字，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这是核心。不能不爱人呐。上天爱我。仁者爱人呐，圣人爱人呐，义者循礼，义什么讲理？所谓的合情、合理、合法，人情礼法面面都顾到。这是义也，礼是礼节，礼节是秩序，社会秩序。如果不建立，这社会就乱了。将来有人写历史，写这个时代的，这叫乱世。那为什么呢？没有规矩，没有礼。满清亡国到现在100年了，没有礼。你看每一个朝代，你在中国历史上去注意看，大概政权掌握到了5年之内，国家就颁布礼乐了，人民生活都上轨道了。婚丧喜庆的都有一定的礼节了，不能错乱了。
啊，礼有礼服啊。啊，现在人没有了，上下尊卑看不出来，穿都穿的西装。中国以前穿的衣服颜色不一样，代表阶级；绣的花纹不一样，也是代表阶级。啊，地位低的一定要向地位高的行礼。啊，现在没有了，看不出来。大概只有军人戴上戒旗能看到，其他的全看不到。啊，以前士农工商衣服不能穿错啊。啊，读书人有读书人的服装，农民农民的服装，工人有工人，它有差别。啊，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你穿的服装，知道你的身份。啊，就是。知道你的这个阶级，便于行礼。啊，于什么样场合机会啊，奏什么样的乐章。啊，婚丧喜庆，通通都有乐章。这没有了。啊，所以你看看，25史里头，每个朝代有礼乐制，那一份资料就专门记载。这个朝代的礼乐，礼是叫我们身守规矩，乐调和我们的心，啊，化解你的一些忧虑疑惑，让你心情舒畅，啊，这个没有了。啊，什么时候颁布礼乐，这个国家就正式历史上沉淀承认了，这是治世。啊，没有这个东西就成为乱世。啊，实际上，应当是5年之内颁布礼乐是正当的。为什么呢？这些老人都在。现在要治理所有的事，没人能担负这工作。啊，所以今天中国的礼，婚礼、丧礼，乱了，乱套。啊，保守一点的人用清朝礼节，时髦一点人外国礼节。中国没有礼了，我们得学外国人。啊，外国很多，很多国家他喜欢学日本的，喜欢学美国的，喜欢学欧洲的，搞乱了。啊，有很多一些人问我了。他说什么？我说都对呀，就你没有吗？啊，没有不就都对吗？或者说都不对？这都不对，人家难听啊，都对，没有理了，你怎么搞都对？啊，国家颁布的那是标准，啊，决定不能违背。典章文武制度啊，都没有上轨道啊。啊，历史总是下面一个朝代写前面的，没有机会，嗯，它已经过去了。所以真学佛是要真正发大心，真正立大志啊！
这是大事业，比世间高，比世间的国宝殊胜。啊，学佛在家出家都一样，不一定要执着出家。啊，出家那是何当如来家业，把世间一切事物舍掉了，放下了。啊，专门做这桩事情。啊，那就要放下了这世间所有一切的念头，不再想了。啊，专门来做这个事情。从哪里做起呢？一定要学释迦牟尼佛。先从自己做起。啊，释迦牟尼佛修自己是19岁开始离开家庭，到30岁这个开悟，这就是他自己修行，他修成功。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他参学印度所有宗教，他接触过。我相信，跟阿弥陀佛一样，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从各个哲学学派里面建立纯正的思想。啊，在宗教里面，我们相信他一定学仪规、学戒律。每个宗教东西都学，啊，他学来，他就表现在生活上，表现在待人接物上，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戒律。啊，所以佛门有一部律藏，分量非常可观。啊，这提供后人真正想学习重要的参考资料。啊，要从这开始。现在对于这门东西有研究的，台湾有个国清法师，啊，这些年来在这一方面下了苦功夫，啊，有价值，啊，他将来能主导这个部门扎根教育。这些都是属于善利方便啊，最重要的我们要记住释迦牟尼佛善利方便的榜样除了这个我们到哪里去学啊？那么在中国现在世上看不到了，典籍里头有记载，百丈大师的清规啊，是佛法在中国善利方便啊，完全适合于中国的风土人情。啊，百丈是唐朝人，
我们一般说六祖的徒孙，他是禅宗第八代，慧能是第六代，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丛林就是大学，在这以前，佛法教学是私塾教育，没有正式建立学校。丛林是正式建立学校，让它制度化了。这是一桩好事情。方东美先生给我说了好几遍，叫我记住，中国佛教要复兴，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丛林的纲领之事，跟现在大学完全相同。丛林里面领导成为主持、方丈，或者成为主席。丛林主席就是校长。校长下面。由首座和尚管教务的，就是现在讲的教务长。有维诺，维诺是管训导的，现在叫训导长。有建院，建院现在叫总务长。你看，现在大学还是这样的，这三个职务。名称不一样的，他管的事也是完全相同。大学老师称教授，丛林的老师也称教授。教授和尚。要回归教育，让人看到佛教真正的面目。它不是宗教，这里头没有神，没有仙，没这东西。基础教育就是普世教育，教伦理，教道德，教因果。也学一些不太深的。佛菩萨修正的一些课程，一般人能接受的。真正向上提升的人不多，少数人。少数人。可以向上提升，等于说是中学、大学、研究所，华严法华，一乘经典是研究所教的，大乘是大学里面的课程，阿含跟方等是小学、中学的课程。怎么样能把它恢复？我们到斯里兰卡去看，那是小城，它普及了，所以的社会安定。我们看到人民那么样的和睦。他那个地方是可以说是佛教一个实验点。斯里兰卡出家的话是，人人都能讲经。
啊，星期天专门对学生，在校学生，小学、中学、大学，啊，星期天通通到寺庙接受佛陀教育。啊，他们现在主修的就是法句经。啊，法句经也是汇集文。啊，汇集佛在小乘一切经里面所说的伦理、道德、因果，啊，都讲这个东西，人家喜欢听。啊，每一首偈子的时候都有好多故事，啊，讲得很生动，很活泼。啊，这些呢，都值得我们做参考。啊，总统心量很大，欢迎大臣到斯里兰卡，也欢迎其他宗教。啊，我给他建议，国家建一所佛教大学，培养佛学的教师。国家建一所宗教大学，为全世界各个宗教培养弘护人才，弘法跟护法，啊，他都能接受。这很难得了。啊，这是好事情。一定要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才能帮助现代社会大家建立信心。啊，让大家了解宗教经典里面的内容，生欢喜心来学习。所有宗教好的地方，我们统统要学，我们能够理解。如果高深的地方我们不太理解，暂时不动它，不去它。我们能够理解的，我们去它。啊，我们觉得对现在社会有好处的，我们统统把它揭露下来。啊，像变法句经一样，这个种变法，啊，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落实，社会的冲突能化解，啊，整个世界和平可以实现，啊，那这就是宗教教学，真正变成中国人所说的宗教，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啊，中国人这个宗教的解释啊，在外国人都很欢迎。啊，我们把意思解释给他听，都欢喜。啊，没有一个提出反对的。啊，中国宗教两个字可以团结全世界的宗教。这叫善利啊，这真正智慧也落实在生活当中了。三乘啊，乘者车也啊，这个音在古时候念去神，念肾啊，肾是什么？肾是车啊，肾就是车辆交通工具啊，有大车有小车啊。四教以集注说，乘
以运载为宜，是交通工具。这用个作者词做比喻，把我们运出三界，归于涅槃。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乘这个车，可以出三界，可以出轮回，出十法界，啊，到达涅槃的终点站，取这个意思。啊，所以用这个名词。又欲运载工具，四人乘之，过道即过地。法华经讲的三车，法华经比喻有羊车，有鹿车，有牛车。啊，羊不大，羊拉这个车大概坐一个人。啊，鹿比羊大一点，力气可能比羊大些，鹿很会跑，啊，速度也很快，他的车大概可以坐两个人。啊，牛车实际上是马车，啊，马的力气大，啊，马车可以坐好几个人，叫大车。鹿车是中车，羊车是代表小车，小车。用这些东西做交通工具，抗战胜利的时候还有，啊，抗战刚刚胜利，我回到南京，在南京一中读书。啊，南京这一中学校在中华门，我的家住在中山门北面，一南一北，坐车要一个小时，坐什么马车。啊，那个时候马车我们是小学生嘛，就中学生，啊，坐这个马车一个车可以坐14个人学生。啊，所以我们对这个很熟悉。啊，马车很方便，一到手它就停了。啊，随便在哪里上下都非常方便。啊，它也有着固定的站。啊，不固定的随时都可以，都可以叫停。啊，只要它车上有位置。那么现在这些羊鹿牛马都失业了。现在用汽车了，他们失业了。啊，这是比喻 小中大三者。那么小者呢，声闻；中者呢，缘觉；大乘菩萨。啊，所以这叫三者。法华譬喻品曰：如来有无量智慧，力无所谓诸法之藏，能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啊，这个大乘是一乘，但不尽能受啊。佛确实他的智慧圆满，能力也是圆满，他能够教一切众生。啊，教什么课程？教你成佛。啊，可是众生根性不相同，根性很利的心啊，譬如佛在大乘经上这些原理常说，常常提醒我们啊，佛跟众生差别在哪里了？
差别在烦恼。佛没烦恼，众生有烦恼，就差在这里。如果众生把烦恼放下了，就成佛了。你看，就这么简单呢。可众生谁能放得下呢？烦恼太多了。啊，烦恼从哪里？就是迷惑来的。啊，迷了事实真相，就生烦恼。生烦恼就会做错事，就会说错话。说错、做错，就会赶来不善的业报。啊，所以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一切都要自己负完全责任，全是自作自受。啊，与别人真不相干呐、啊。别人叫你做坏事，还是我愿意去做。我自己不愿意做，他指挥不动啊！啊，所以什么果报都要自己承担，啊，都要自己负责，绝不能够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就罪加一等。啊，为什么？你错怪别人，这个就有罪的。都有果报的，你错怪别人，别人错怪你，你要得这个果报。所以是如来的一乘法了，他真有，但众生不能尽受，不尽能受。啊，像根系小的，那只有受下者。啊，中等根性的，这就给你提升一等。啊，有高等程度能接受大乘的，给你讲大乘法。啊，般若是大乘法。般若在升等就是华严法华，那是研究所的过程。啊，那是一乘法，直截了当叫你成佛。啊，华严给你讲的信解行证，啊，首先是叫信，信是最难。啊，我们都是信的，其实上要拿佛经的标准一考验，我们的信呢都不及格。啊，所以经上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道是成佛，是成佛的根，是成佛的源头。啊，佛如是，在中国，圣贤也如是。你不相信你是圣人，你怎么能成圣？不相信自己是贤人，你就不能成贤。所以中国教小孩，啊，小孩五六岁，聪明的，就上幼儿园了。以前不是幼儿园，私塾。四书里第一句灌输给孩子的是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就告诉你了，本善就是圣人，本善就是仙人。你看一进学校就教给你啊，希望你将来好好读书，成圣人，成仙人。读书志在圣贤，不再升官发财啊！啊，不再赚钱了、啊，不再享受，不是啊，牺牲牺牲。
即圣贤教育。啊，佛教是大圣大贤的教育。啊，佛教人像华严经上告诉大家，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都把最高的目标告诉你，你一生求学修道就为着这个目标。啊，我要达到这个目的，这是学问的登峰造极。啊，与世间名闻利养不相干。世间名闻利养，读书人清楚，那是命啊，不能争啊。所以他一生心平气和，啊，他一生快乐，快乐就是幸福，啊，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啊，修养自己的道德。啊，我们的生活的时候自然会提升。啊，那佛法里面比如讲的更清楚。啊，你要想得到物质的享受，佛教你修布施。你想发财，财布施得财富。你这个如没有教佛教啊，啊，聪明智慧是从法布施来的，啊，我想我有聪明有智慧，修法布施，啊，我想健康长寿，修无为布施，那佛教人这个，这都是在普世教育里的教的，啊，真有效啊，越施越多。啊，不要吝啬，越施越多。啊，佛门真的是生财有大道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你要碰到佛，我想要什么，他教你修的方法，你如法去修，会得到。啊，自然得到，得到心安理得。啊，是用正当方法得到的。啊，不是用这个欺骗众生的，那个得到的心不安，得到心安。啊，从三种布施上得到。啊，但是真正惜圣惜贤的，他的生活简单、朴素。啊，用这个方法来养生。身心健康啊，用这方法，年虽然老了，体力不衰啊，这是幸福啊！啊，所以这个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是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啊，这些人年岁大，经验丰富。我认识张家大师，26岁。啊，那一年张家大师65岁，祖父辈的。啊，大我39岁，祖父辈的。啊，那看人多了。啊，看我这个样子。没福报啊，短命，短命相看得出来啊，张家大师跟李老师都看出来啊，教我的方法过去生中没修啊，现在可以补啊，懂得方法可以补啊，他给我讲这个，我知道，因为我在这之前读过了《了凡四训》。
啊，《了凡四训》，命运被个孔先生算定了。啊，20年一丝毫都不错，他非常相信，所以他一个念头都没有了。跟云谷禅师坐禅，坐了3天3夜，没有动一个念头。云谷禅师非常佩服，一个人3天3夜不起心不动念太难了。问他，你修的是哪个法门？跟什么人修的？有这么好的功夫？他说老实话，他说我什么也没有，命被人算定了，想也是妄想，算了，还是不想吧。他这个定是这么来的。啊，禅师一听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是个凡夫。那他就追究问了，这话怎么说？你的命被人算定，20年不曾转动丝毫，你是标准凡夫。他的命可以改，当然可以改啊，命怎么来的？你自己前生造的呀。自作自受啊，自己造的，自己当然可以改啊。啊，努力修善，往善的上升；造恶呢，就往下降。啊，都有升降啊。你这20年不做善，也不做恶，所以跟您讲的完全相同。真叫标准凡夫。告诉他这个原理，教给他方法，他真的回去马上就干，他懂得了，觉悟了。啊，心这一发，第二年参加考试，跟算的命就不对了。考试，这一次考试，算命先生算他是第3名，他考了第1名。啊，头一次，跟命运不一样了。信心就起来了，努力修善了，啊，每一天改过，用功过给改过，啊，改过修善，啊，整个命运都改变了，一生都改变了，啊，他的寿命只有53岁吧。啊，结果他74岁走的，他延长了21年，53岁，74岁，多活了21年，寿命他没求，自然延长了。命里没有儿子，求到了，生了个好儿子；命里没有功名，就是没有进士，没有举人，他只有秀才。啊，所以以后发心求功名，求这个举人，求进士，都被他考中。啊，真能改呀！这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不是假的。好，我们今天呢就学到这里。